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开始。今天做的这个开始，这个里面呢就没有什么你们没有听说过的新鲜的东西，就是一些原来一直讲的一些江国的一些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这个佛教和外道的差别，第二就是时间法和出时间法的差别，然后第三就是这个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差别，那就这三个问题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三个那问题呢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也是很重要的，都很重要的，就是想修一个真正的法，真法的人呢，对真法的人来说呢，这三件事是比较重要的。平时这个行善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也好，还有打坐的时候也好，随时都很这三个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简单的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外道和佛教的差别它是从这个光的角度，也就是说详细的讲的话它的见解也不一样，修法也不一样，行为也不一样因为这些不一样，所以就最后他们的这些证悟的那些果，他们获得的果也不一样，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关键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皈依三宝的叫做这个佛教，不皈依三宝的叫做外道外道里面他也讲了一些空性但是外道的空性呢，他没有这个缘起心空的空性，他讲不出这个缘起心空的空性他讲的一些空性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空性，简单的空性也就是说不是先空无别的空性，他就是说有些东西，譬如说外道有些外道也说这个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眼睛看见的东西，然后耳朵听得见的那些东西佛教里面也说这个叫做实书底，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虚幻的东西这些虚幻的东西他们也认为这是如幻如梦的但是他们讲的这些尤其大部分的这些空性都是单空。什么叫做单空呢？它没有现象，也不是我们佛教里面那个龙树菩萨他们讲的一个单空，然后无著菩萨他们讲的这个明空无别的空性不是这种单空。他的空性就是说，譬如说有些东西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譬如说人的头上就是没有脚，这个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样的空性，他的空性就是这样。在佛教里面这个不认为这是空性这不是空性。那外道里面讲的空性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珍贵的外道，也就是说八九百年前的这些外道，还有呢主要就是就释迦牟尼佛住持的时候的那些外道，他们是这样。后来就伊斯兰教
侵入那个印度嘛，那个时候就在印度那些拉兰陀呀，还有那些木扎马西拉那些，佛教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基地，毁坏了以后呢，佛教里面的一些很多这些，理，像教理啊，也就是歪道，就是这个吸收这些，他们也利用这些佛教龙树菩萨他们的那些，矫正立正。现在的这些歪道说不清楚的，他们那些，他们的经典里面也有很多，佛教的东西，比如说像藏地的这个本教一样，这样原来的那个啊珍贵的歪道是这样的，啊，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差别不是这些，就是佛教是皈依三宝，他们不皈依三宝，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关键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就是这个。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想学佛教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皈依三宝，啊，他佛教他也不要求所有的众生都要皈依三宝，他也不是这样。如果要学佛的话，如果要修这个佛法的话，那就是皈依三宝；不皈依三宝的话，就是在门外、道外；皈依三宝的话，那就是佛教。就是这个啊，就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简单可以这样讲。啊，然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别啊，这个比较重要。现在我们都认为啊，自称为是佛教徒、居士啊、出家人啊，就是整天就是在放生也好、磕头也好、大家修无价心也好啊，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已经很不错，天天修法啊，是这样的。但是，在汉地也是这样，藏地也有这种情况，甚至出家人里面呢也有这种情况。那这些呀，这个放生也好，或者是修无价心也好，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个像这些修法？为什么要修无价心？这个要详细的啊，就要观察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放生？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的目的就是很多人的目的是就是为了自己一些闲事，就是这一世健康啊、长寿呀、等等等等，为了消除一些就是寿命的一些灾难，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痛苦，就为了这。或者是就是为了害，就那个怕地狱嘛，怕地狱，怕恶鬼，怕这个傍身岛，然后就自己为了不堕这些恶趣，就是希望自己下一世就能够得到一些人天的果报，所以就是要去放生啊，所以去修法呀，等等等等都是这样。那这样的话，这个目的啊，这就是属于这个世间法。如果是在这样的这个目的啊，这样的动机，在这个基础上学法的话，那无论是修什么法也好，全部都是世俗法，这叫做世间法。啊，我们也不能认为世间法就是啊一些就是比如说呀、烧香呀、磕头呀，这些是世间法啊。然后就是听大圆满的法呀，听这个中观的法呀，等等是这个出世间的法，不能这么认为，啊，为什么呢？世间法和这个出世间法，它发的这个区别不是在外面，不在外面啊。那很多人都想，大圆满应该是出世间的法吧，应该是大乘的法吧，很多人是有这种看法。大圆满它本身是一个世间的这个出世间法，是一个大乘的佛，但是啊。它虽然是这个是那个出世间的法，但是我们修大圆满或者是这个听大圆满的时候呢，把这个大圆满本来是出世间的法，但是我们把它就变成要让它变成这个世间法，这个有这样的可能吗？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后世啊不堕地狱啊，就为了这一点去修大圆满，或者是这个修，听大圆满。这样的话，大圆满本身是大乘的法，
是这个出世间的法，但是这个法啊，它就进入我们的这个心天，进入我们的心相许的时候呢，它就不是大乘的法，它也不是这个啊、是出世间的法，它就更不是啊、那个大乘的法。啊，阿底夏尊者呀，就是以前在西藏的时候呢，他有一次，他跟他的那个徒弟啊、用禅的时候，用早禅的时候，他说，啊、在印度，今天就是我在印度的一个修大维德的修行者，今天就他说就多了这个声闻的这个啊、那个灭顶。声闻的灭顶，那他的弟子说：“这个有这样的可能吗？啊，修大威德不可能多到这个声闻的灭顶吗？灭顶，有些人会知道，有些人也不是很清楚。灭顶是什么？灭顶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心、所有的识位就间断了。间断了以后呢，他就进入了一个从思见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很这个清净。”一个就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它可以保持很长时间，这样的这叫做这个声闻的灭顶，就是这样。他说这个修大威德的那个人呢，就多了这个灭顶。然后他的弟子就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个大威德是本来是大威德，是无上的密乘的法啊，但是呢他修不好啊，修不好，所以他就堕了这个灭，堕了这个灭定啊，是这样的。所以是大乘的法，是小乘的法，是出世间的还是世间的法，全部都是要靠看自己的这个发心啊，发的怎么样。也就是说修这些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譬如说啊，我们放生的目的，如果是啊，虽然不为了现实的健康长寿等等的，但是你为了这个喉舌啊，或者是能够得到这个人天的果报啊，或者是就是避免一些喉舌的灾难，也就是说不堕地狱啊等等等等，为了这一点放生的话，那放生是什么呢？放生是这个思间法、啊、如果自己得到解脱，就是自己一个人从这个轮回里面就为了得到解脱放生的话，那放生不是世间法，是出世间的法。但是呢出世间法的法里面呢有大乘和小乘，就是出世间法的小乘法。如果放生啊，就为了度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去放生的话，那放生就是大乘的法，大乘的法。如果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些密宗的这个见解，如果有这样的话，那这个放生就是密法啊，是密乘的法啊。那这样呢我们平常放生，这个放生啊，它本身是什么呢？这个谁都说不定，是世间法还是这个出世间，是小乘还是大乘啊，是这个现宗的法还是密宗的法，这个说不定啊，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就是个人的发心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不清楚啊。如果你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啊，为了得到一些这个世间的东西啊，所以去放生的话，那这个放生就是再好也好，再好也是世间的法啊。如果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去放生的话，那就是这个小乘的法。啊，刚才讲了，如果是度一切众生，为了度一切众生，啊，这样去放生的话，那是小那个大乘的法，啊，这样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实位，啊，我们放生放了那么多年，啊，现在就是要回头看一看，啊，到底是为什么，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没有这个师资。啊，如果是无私，也就是没有这个为，也没有考虑，也就是说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叫做无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个大乘法。如果不是，
不是的，那就是方向表面上呢，就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但是为什么要利益众生？还是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最后还是为了，就为什么呢？放生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可能是我长寿，或者是我下一生，就可以往生净土呀，或者是下一生我做人，就如果有可能做人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健康的呀，长寿的呀，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去放生的话，那这个放生呢？表面上是利益众生，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在利益自己。这样的，这个放生也是这样。其他的，比如说到学院也好，到其他地方去观定，接受观定，或者是听大圆满，那这个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呢？就刚才讲的和一模一样。如果就是为了健康长寿，为了就是回避一些现实，或者是这个后世的一些这个是精神上也好，肉体上的一些痛苦，为了避免一些这样的痛苦，而听大圆满的话，那这个也是世间法，这也就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的目的是世间，没有离开世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做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世间法，也都是世间法。刚才我们也讲提到过上面大圆满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法，但是这个法就进入我们的心相续的时候呢，就我们把它就弄成世间法了。它本来不是世间法，但是我们把它让它变成世间法，这样的这是这就这样的就这样这就这样的法都叫做世间法。然后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出世间法？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界限在哪里呢？世间法、出世间法呢？有大乘和小乘。那小乘的话，必须要有出离心，出离心。有了出离心，有了一个真正的出离心，有了一个真正的出离心，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心善的时候，从此以后，这个就是出世间的法。这个、从此以后呢，这个叫做出世间的法，需要一个真正的出离心。那出离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出离就是第一个出就是要放下世间的这个一切，也就是说对这些世间的人和东西不留恋。也就是说，这个三界，还有这个六道轮回，就很清楚的知道是痛苦的，这个叫做出，出家人就是经常说出家，这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个意思。出家人就是，这个出家什么意思？家就是就这个时间就是叫做家，出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家里就走出去了以后呢，就穿一个衣服，是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出是什么意思？出就是要放下一切这些世间的东西，对这些世间的东西没有留恋，这叫做出。那在家人也是一样的，在家人学佛，在家人这个修出离心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就是这个对这些世间的东西没有任何这个贪著的心，这叫做出。这个外道也有很多，外道也有这样的心。很多外道的出家人，他也不愿意这个六道轮回人，他也希望解脱，但是他这个不叫出离心。那么出离心还要什么呢？还要一个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轮回觉得苦，所以就是不想待这个轮回里面所以去这个希求解脱。走向解脱，然后这个走解脱也不能是一个盲目的解脱。这个如果是一个盲目没有智慧的解脱的话，那这个也不算出离心，需要一个完整的出离心，也就是说有智慧不盲目，有智慧的出离心。有智慧的出离心就是说，比如说小乘里面的那些四谛，就是要精通了这个四谛的真理，然后这叫做出离心，那就简单的说，处就是对这个时间
没有弹住。力就是不单是对时间的话没有弹住，而且就是祈求解脱，祈求解脱，这叫做出离心。自从有了这个出离心以后呢，就以后的所有的这些法，所有的这些法，所有做出来的这些善事，都是出世间的法。但是是出世间法，虽然是出世间法，但是是小乘的法还是大乘的法，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要看以后的那个发心和动机，自己的动机要看这个来再分别。反正有了出离心以后呢，这就是这所有都是出世间的法。小乘里面讲了，居士论里面讲了，自从有了这个出离心以后，就是也就是算是这个小乘的入道。入道什么意思？入道就是他就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他的道，在他的道路上面呢，就走了第一步。出离心，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有没有？这个大圆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密法也好，大受印也好，名字呀听起来非常的殊胜，大家也很向往。藏地也有，藏地的出家人里面也有这种情况，特别是汉地的居士里面有很多都不愿意修这个，不愿意修加心啊，特别是这些人生难得呀、无常呀，这些根本没有加之修。就是要修什么？就是要修大圆满、大受印等等等等，很好听的这些。这大圆满、大受印实际上当然是很好的法，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根基？这个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心相许呀、调整好了没有？没有调整的话，那就是法是很好，但是法好了没有用啊。这个跟我们不适应，不适应，不适应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是要修一个跟我们的根基适应的法，这样是最好。那不适应的话，那怎么办呢？不适应就是要调整。调整的方法是什么？调整的方法就是修这些人生难得呀等等等等，从这些地方去着手。这个加心呢，就是人生难得，这根本不能小看。那个阿底峡尊者呀，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藏地的那些以前的那些专门修行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都有些人都是一生当中就只修人生难得和这些人生难得和这些这个无常，修了以后呢，他实际上主要修的是那些法，但是他同样的得了成就，以后同样的得了成就。不愿意修加心，就第一步就是要迈到很高很高的那些人，他还是最后还是没有修什么东西，还是没有修什么东西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加心很重要。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大成就者，他有一个弟子，他弟子要回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到他那里去，他说：“你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诀窍。”他上师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诀窍。他然后就是他这个所有的东西就供养了以后呢，他说他就一定要给我一个更好的这个窍诀。那上师就握着那个人的手说。你也将会死的，我也将会死的，这个你回去就考虑这个问题，就视为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上司也跟我教了这个法，我也就修这个法，其余的我的上司也没有跟我教什么，我也没有修什么，这就是窍诀，你回去修。就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很简单，你也会死，我也会死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做起来不容易，我们那么一个人都必须要去试问一下。这个修法，修法就是要必须要这个，要这个，深入细致，就不要不然的话就是修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们就每一个人一定要观察一下，是现在我们是外道，还是佛教，佛教徒，外道可能不是。应该是佛教徒，但是呢，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佛教徒就是刚才讲了，这皈依，皈依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大家都认为啊，皈依我们肯定已经都皈依，已经都有了皈依证了，已经都去了法名，肯定是皈依了呀，但是这些都不代表皈依，这些都不是皈依，皈依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是什么呢？虽然也不是外道，也不是佛教徒，就是一个中间的人而已。
第一个是不是这个佛教徒，这个要看清。第二个呢，啊，我们经常修的这些法是什么法？时间法，我们在修时间法，还是修出时间的法，都要看清，这个有点观察。啊，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肯定在修这个出时间法呀，我修了无加行，这个怎么不是出时间法呢？那无加行修了这个，无加行它本来是这个啊出时间的法，而且是大乘的法，但是你当作大乘的法来修，还是小乘的法，还是时间法来修，还是要看自己。比如刚才我们讲了啊，修无加行为什么要修啊？因为我不修这些法的话，就无加行不修的话，我以后这个啊修大圆满的时候我修不起来的，或者说我听不到大圆满，所以我要修。那你听不到大圆满又怎么样呢？啊，听不到大圆满的话，那我就这个我不能解脱了。那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呀，还是为了自己。那这个你的菩提心，这个无加行里面的菩提心在哪里呢？修菩提心还是为了自己吗？修菩提心还是为了自己，那这个根本不是修，这根本不是菩提心啊！凡是为了自己着想，凡是为了自己这个考虑的这些所有的法，无论是大圆满也好，什么也好，这都不是大乘的法啊！凡是为了考虑自己的法，都是小乘的法啊！为了自己好修大圆满也是小乘的法，为了自己好啊，听这个观定，接受很多很多观定，也是小乘的法。那为了自己好啊，什么叫为了自己好呢？如果你就是啊，希求自己的解脱，那这些是小乘的这个声闻的法。如果这个也不是，你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啊世间的东西，或者是后世就不堕地狱而修这些法的话，那这个小乘的法都不是，就是那是什么呢？那是世间法。啊，这个叫做大圆满，世间法的大圆满，这个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现在很多人我讲的话也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要加心是修了用功啊，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数量，大家都这样修。为什么修？刚才讲了为什么修，刚才我们说了啊，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修大圆满让这个无加心呢？我不修无加心啊，我就这个大圆满的真心就修不起来，所以啊，我要修这个无加心，这就说对了啊。但是你如果修不起大圆满的话，那是什么样的呢？他就认为，就我们都认为啊，如果我不修大圆满的话，那就我不解脱了，我就不能解脱了。这个就算还是比较好的想法。但是你不解脱，这个就是就为了自己的解脱嘛？那这个是你的无加行现在不是大乘的法呀，是小乘的法，小乘的无加行跟菩提心根本就没有，根本没有菩提心，只是一个念诵而已，就念了十万遍那个词而已，其他没有，菩提心根本上就没有，而且你这种想法就是跟这个菩提心恰恰相反的东西，如果。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解脱的这个需求，那就是得到就是还就也可能很多人都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比如说闲适呀，就健康长寿，所以修无加行，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后世就是怕堕地狱啊，怕堕这个恶趣，所以修无加行，这个有啊。这个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两个都是世间法，比如说怕这些世间的这个地狱啊等等等等的东西，为了避免这些痛苦修这些法的话，也是世间法啊。为了得到一些这个世间的啊世间的圆满，也就是说健康长寿等等的这些东西，修这些法的话，也就是世间法，这两个都是世间法，同样的世间法。那我们的无加行现在是世间法，根本不是出世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修加行的也意义也不是很大，意义也不是很大啊，磕大头呀，念这些咒呀，很累的。但是修出来的是什么？修出来的不是密法，不是大乘法，也不是这个小乘的法，现在就是这个世间法。啊，这样的话就是很可惜嘛，所以这个人生难得呀，这些都一定要
重视，一定要重视，如果不想修，不想修这个，不想走解脱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题，另外一回事。如果啊，就是有真正有一个人想修解脱道的话，那就是从这些，从这个啊出离心开始，从必须要从出离心开始。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修心也好，念咒也好，所有都不是事情，不是这个大乘法，这个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就是菩提心，刚才我们说了，大乘和小乘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没有菩提心，就是这个差别。那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说起来，就前面提到也很简单，说起来的每个人都会说，什么叫菩提心？哦，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思成佛，这就是菩提心，说的没错，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要做起来的话是容不容易呢？在出家人里面啊，就是修行多年的那些人里面呢，也有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出离心的人啊，自己认为在修大圆满啊，自己认为是就修大圆满的这个瑜伽师呀，或者是大圆满的修行人，修密法的修行人，但是现在根本不是这个修大乘法的人，密法更谈不上，修密的就更谈不上，所以所以呢，这个菩提心很重要啊。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没有菩提心的话，那所有都是不是大乘的法啊。大乘法和小乘法的界限就是有没有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就刚才我们讲，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的大作也好，听法也好，放生也好，全部都是这个小乘的法，不是大乘法。刚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放生，从表面上看的来看，看起来的话，这就是一个这个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的事。但是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就出点钱放生，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怎么好？就是先世的也好，后世也好，反正就是避免一些痛苦也好，或者是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去放生。这样的话呢，这个放生他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目的能够达得到，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你要做的，你要得的东西可以得得到，但是不是小，不是大乘的法。